大队这边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李村的街头。我们原路走，原路返回，大概10分钟左右。带大家稍微参观介绍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给大家2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。我们2点，现在是1:40，我们2:50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一棵香樟树。这个香樟树呢，也是我们李坑村的一个大树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也是我们大陆近年一个著名的导演，是一个明星啊，明星叫赵薇，拍了部电影叫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的拍摄地婺源老家。正经。来，我们可乐旅游这边。然后的话，我们现在往右手边，我们往这边走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有一层黄花浆，这个不会粘上，老师姐没关系。这个上面是小桥梁，是半香的这个花香。你家这个厂来的一箱如意，还有上金大杯上的雕刻，上了一个房子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对面那个棺材，竹雕书呢，可以在这边看一下，欣赏一下婺源的雕刻，了解一下。现在的话，我们站在这个门口，我们来提一下。我们说到婺源的话呢，一定要。到我们婺源的话呢，一定要看这个雕刻，是马山家的这个小雕刻，那个是木雕、砖雕和石雕，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女孩子雕的这个竹雕，主要是以
适当要各位住啊。我们一般的话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房子。